让我们欢迎真的全世界最难相处第一名的徐远川先生。哇哇哇哇哇哇，这边也有带点水，也有带点水。哦哦哦哦，还要麦克风。也要给他，等一下再还你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有这重要的、啊？这到底要干嘛、啊？我先说徐伟川的意思是他要唱歌，我跟你说徐伟川唱歌真的不好听。还好吧，有那个。不要。有出唱片。啊！那个不会告诉你，另外一个才会。都收着。OK， 预备，起。财神来敲我家门，娃娃来点灯，新年红包这片好声，我才有多福。老师 ，music。我就戴牙套了。啊！他把牙龈收进去，我看以后呛个屁。